东网得到独家消息，今年34岁嘅黄心颖同男友黎妈系13号入纸申请排期结婚。睇翻张已结婚通知书，黎妈比心颖大14年，婚姻状态系离婚，而心颖就系未婚。两个抱住油塘同一地址，而心颖嘅职业显示系 songwriter。黄心颖旧年同黎妈拍拖放狗，佢嗰阵话会专注事业，就暗示唔谂结婚问题，但一年之后就入纸申请结婚啦。好胜嘅心颖摆明要抢旧爱马国明同埋汤乐文嘅风头，因为马明同靓汤早已经公布年底会拉埋天窗。今年2月马国明生日，心颖已经忽然喺无预警之下推出歌曲 Crown Me， 有意无意向前度增兴。另外，心颖今次咁急结婚，有人估佢系双喜临门，因为有咗先急急入纸。黄心颖4年前背叛男友马国明，偷食人夫许志安，令佢嘅形象一铺清袋，演艺事业陷入万劫不复嘅状态。3年前传出佢同乐队 Rubber Band 鼓手已经有未婚妻嘅黎妈暗挞，两人暗交1年多之后，终于大方迎爱，随后发展到同居关系，而家仲传出喜讯，正式入纸结婚。